一般可以，但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卡。那我们继续吧。好，你继续，换个游你那戏边吧，准，不玩这个你那了。边，好好，你准备你那边准备那个投壶的那个道具了吗？我准备了垃圾桶，我只有垃圾哎，我也桶。准备是垃圾桶，来吧，咱们直接开始吧。这不巧了吗？就是游戏规则呢就是这样，游戏规则就是我们一人投一下，然后投中了之后呢就可以许个愿，但是许愿的身份呢是以对方身份。就是我们要互换身份，就以角色身份去许愿。就比如说，如果我投中了，我就以承上商的身份去许个愿；你要是投中了，你就用那个领布衣的身份去许个愿。啊，好吧，然后我现在距离有看没一有下要机求？器。距离有要求距吗？离你看着办吧，你也不能直接扣篮啊，那个太过分了。你也不能怼到投三，你离远一点嘛。那我们两个直接这样好玩。